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真心真意安慕希，长白山蓝莓酸奶最珍惜。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上芒果 TV 搜索大侦探限定卡，购联名款蹲蹲机享特惠。上小芒 APP 大侦探同款周边，全网独售。有人问，如果倒退20年，我还会不会给你吃这一盒长白山的蓝莓？你会的。不。什么？我会送你这个。安慕希 AMX 长白山蓝莓酸奶。长白山蓝莓产地直采，减50%蔗糖，多35%蛋白质。可以再来一瓶吗？真心真意安慕希长白山蓝莓酸奶最珍惜。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百变大侦探 APP 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骑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百变大侦探 APP 侦探徽章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芒州本将黑猫奉为祥兆，随着芒州的发展，黑猫的地界被一再驱赶，曾一度奉为祥瑞的黑猫变成了妖猫，开始报复芒州百姓。芒州城内接连发生多起妖猫杀土案。今日227年3月16日，大理寺少卿何有明受朝廷委托前来调查此案，碰巧遇见芒州府内的一起休妻案。堂下何人？报上名来。草民大嘴巴，给你个过来。哎，回去回去回去。你小名是不是叫大大逼逼的？你所告何事啊？这位是我的夫人啊，他天天对我凌虐欺辱，害得我每天就活不下去了。快问你告何事，没问你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让你造谣。什么什么造什么谣啊？哥们长这么怂，不像个挨打的人吗？多怂啊。女人打男人从未听说。来来来，给我打。什么？你不相信我挨欺负了？我打。冤枉啊冤枉啊，我天天挨打，怎么还打我呀？女人打男人没听说过，没听说过这种事儿。给我打。不要再打我了，冤枉啊冤枉啊。什么什么什么呀？不要再打我了，走！哎呦，来走了，来走了，还没打完，打完再来，打完再来。冤枉啊！住手！生平最听不得一个冤字。谁呀你？来，让本人一探究竟。好。你是谁呀？你在探什么究竟啊？大胆，我师父可是这大名鼎鼎大理寺少卿何有明。何有明？不相信我吗？这不有名吗？我有门禁卡。
啊。你垫垫垫垫垫垫这分量，够轻啊，是不是真的？好工艺，好工艺，原来是大人啊，大人，来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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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客气，还是按规矩来吧，我坐在旁边听就好。啊不不不，大人，哎大人，哎呀美一下，哎呀美一下，哎呀美一下，美一下，哎呀美一下，那大人您坐在那边。嗨嗨嗨！真的，你俩快跳起来了，已经开始。坐这边，谢谢啊，谢谢谢谢。就一把凳子啊？对啊。我站着。没事。那待会儿我再介绍我这学生的身份，你们就会后悔了，让他站着。啊。那小的就继续审案了。什么小的？您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真刺史吧？哎，不是不是，我是勋参军，刺史还在里头呢。一个参军有什么资格在这探案呢？哦，今天我们来的时候说了，大人，参军呢是负责审这个案件，那个刺史呢是最后负责出来给结果。对，这个小的一会儿再跟您说。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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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是这样。他告他欺凌他和殴打他，这一听就是假的呀。我听明白了，你跟他是夫妻关系。对，你现在告你老婆欺负你是吗？对了，这不应该在家里聊天吗？跑到我，那咱俩跟这掺和什么事儿？哎，不不不不不，我是他的证人。对，他是我的证人。对，哇，这男孩好帅啊，这身有点细。男有女相，不错不错。多谢多谢，那是，否则怎么能是我的证人呢？哦，你老公在这儿呢，你这啊，没关系没关系，无所谓无所谓的。你看见没有？没事，你搂他。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哎呀，哎呀，我现在就是一个翡翠，是该多绿有多绿啊。哎呀，我是证人吗？你是谁啊？别人是来自抑郁博士的张博士。抑郁的朋友，我在此地经商。嗯，那你跟大的关系？我们是好朋友。哦，我觉得呢，荣啊，他是不会动手打人的，你知道吧？他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那个温柔的一个女子。大人，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小打小闹的，那是情趣。说的是，哎呦喂，情趣。说的是，说的是。这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您问一下荣叫什么名字？说一下名字吧。我叫荣嬷嬷。好名字，好名字，听着不像打人的。您听着这名儿，这案我断了，他绝不会打人，他绝不，他只扎人。他叫容嬷嬷，不叫容嬷嬷呀。嬷嬷，大的嬷嬷。他是给你嬷嬷，不是给你嬷嬷。然后这还不算狠的，那都是前面的下饭菜。最终的中间玩起来是玩什么样的？玩什么了？哎呦，他让我晚上扮演蜡烛。啊？蜡烛什么样？就让我在旁边模仿。小心火烛。这是真事儿，你们怎么还笑？你们有没有同理心？没有，对，你们没经历过这事儿。只要我跟蜡烛整个的行程是不一样的，他就过来梆就给我一大嘴巴，然后，所以我整宿就是跟着蜡烛一块学习，一块灭，然后就这么蹲着。可有此事？大人。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这事儿他要是假的，我今天带了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你看，有一个叫做创伤膏嘛，那是他天天扎我，然后我来那个让有创伤的。还有一个是每天就是让我能睡会儿觉的，因为他一到夜里头就让我扮演蜡烛。相公，别造谣。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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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现在你们这太吵了。你听，有喵。苍啷啷，苍啷啷。
干嘛呀？这是，你这反应稍微有点慢了。啊，什么声？什么声？刚才什么声啊？参军，你对这州府甚为熟悉，你带本人去看看吧。好，我听此音应该是从后面传来的。走，好，去看看。让我们去后面看看。啊，大人，谁坐在这里？我们来了。你的思考。大人，哎、这个真的有只猫哎。刚才的猫叫，是不是它的声啊？此时，你，大人，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大人。大人。哎，啊！你探探鼻息啊，这是怎么了？这是大人，死人了啊！哎，他被猫还抓了一把。啊啊！有猫腻眼，哇，这是怎么了？这个香炉打翻了。这个剑上还有血。哎呦，这怎么都破的呀？哎呦，上面也有血，他这全是破的。刺史是被刺死的吧？哎呀，怎么办，大人？没关系，没关系，让我先来简单的搜个证，看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本本。哎，本本在这儿。本本，啊，谁找到了本本？谁就是今天的侦探。哦，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大理寺少卿何有明，我身边这位少年是我的学生，各位找一个软的地方，因为待会儿你们就要跪了。他是当今皇上的第18皇子，名叫弘凡。第十八个呀？哦，第十嗯，怎么了？十八皇子也是皇子，前面17个已经没了16个了。哎呦喂，快接班了！哦，见过了，皇子，不必多礼。我们是受朝廷的委托来到芒州调查妖猫杀童案。哦、杀童，不料却遇到了真刺史遇害，案发现场也出现了刚刚有一只黑咪咪。我是断不会相信妖猫杀人这种无稽之谈的。那么刺史之死，刺史之死，真刺史之死与之前的妖猫杀童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此番今天时长会比较长，各位会员好吗？因为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正音。好，我们此番必会彻查清楚。嗯，由于我和皇子是刚刚来到芒州，没错，而且呢，我们全程是在一起，再加上我们又有本本，所以我们既没有作案的可能，也是今天的侦探。接下来是今天的案件报告。现在是2027年3月16日中午12点半，在芒州府内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为芒州刺史真刺史，男，21岁，被发现死于州府的冥想室，尸体的脸部有抓痕，胸口有锐器伤口，初步判定胸口的伤为致命伤。现场有一把带血的剑，疑似为凶器。因为今天州府里面是有堂审的，戒备森严，闲杂人等不可进出，所以杀害他的凶手就锁定在案发时出现在州府内的你们五位。可是我们五个都在一起呢，那怎么着？你们五个想审我们俩呀？苍啷啷，
肯定不是皇子。哎，那必然是你。我有本本本本本本，我老师也不是。你说我们俩第一票谁嚣张，我们锁谁。已经投了，投了吧。说一下你们的名字吧。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草民大嘴巴。我是这儿的一个参军，然后我叫熏到了。鄙人来自异域的张波斯。您是欧盟镖局的总镖头欧巴。欧巴。草民是荣氏布庄的老板娘，我叫荣摸摸。现在你们几位呢，随我去到公堂上说一说不在场证明。同时呢，我也想请皇子您呢帮我在府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嫌疑人，好吗？没问题。好，走吧。就去。腾愣愣。首先想问一下皇子，这个府里还有别的嫌疑人吗？对，我查明今日府内并无其他闲杂人等，且衙役等府内呢其他人员，他们都能互证说案发之前一直在一起，没有作案时间。所以说我大致可以认为今天的所有嫌疑人就是他们五个。我们五个也在一起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们五个也闲杂呀，特别的闲。我们五个一直在一起啊。感谢安慕希对本节目。那么是这样，现在这五个人呢其实蛮蹊跷的，因为我们出现的时候这五个人都在现场。嗯，所以呢你们是真的可以讲一讲自己的不在场证明。我们家还是请各位尬演一下好吗？要要要，来了哦。来吧。我有很多布，很多什么布，很多五彩缤纷五花八门五光十色的大绒布。哇，谢谢谢谢谢谢。哎，怎么不给你打一段快板呢？大绒布，然后我呢是荣氏布庄的老板荣嬷嬷。荣嬷嬷，哎呀，你跟死者的关系是？他是我们的真刺史吧？就是知道。哦，只是知道他。对、那你的杀机是聊太深了，聊太深了，我差点就说出来了，对不起，聊太深了，差一点。好，来，大嘴巴，大嘴巴，即使你的内心是一片荒野，我也会让你长出一朵鲜花，因为我是来自大声说书铺的老板大嘴巴。大家好。好，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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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是非常了不起的说书人，有很多人都喜欢听我说书，因为听我说书会带你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哦，每回来到我这儿一听我说书，我就听烦了，他就去另外一个店里了，所以他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我想问一下，你跟刺史的关系是？是我认识死者，然后他是这儿的刺史。对，明白明白。好，来，欧巴，欧巴，来了，苍啷啷了，苍啷啷。嘿，怎么这信念感？糟糕糟糕，怎么办？魔法怎么失灵了？哎呀，天空真的好大，蓝色梦想我的家。我就是欧盟镖局的第一刀欧巴。你也可以带人另外去另外一个世界了，好吧？你们敢叫我一声，看我答应吗？欧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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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票选一下，荣跟欧的这两对，谁更尬？觉得荣更尬的扣一，觉得欧更尬的扣二。好的，我觉得欧这段还是非常古龙的，他的刀冷，他的心冷，他的开场更冷，真的是很好。好，那你跟刺史的关系是？哦，我们认识，认识，我们一样。下一个，来。张布斯，各位对我耳熟能详，我就是。哎，这东西掉了，没关系，有钱嘛有钱，撒豆成兵，本城最能带货的商人。你看我这个扳指，亲爱的嘞。
什么呀？你看我这个提神膏，精美的嘞，提神的嘞，提神的嘞。你再看我这个灯，它就是阿拉灯，不，阿拉丁，阿拉丁神，阿拉灯，阿拉丁，阿拉丁神灯的迷你版。阿拉回来了，我觉得他们俩都输了，你们两个都输了，我们输了啊！我们不争了，我们不争第一给你。哦，你是一个就是波斯商人对吗？你跟刺史的关系是？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哦，都认识我们啊。那下面来那一位，好了，到我了，我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各位，你们看，哎，这是什么字？嚣张啊！这是什么字？纨绔。我就是人未到，气场先到，令人闻风丧胆、望而生畏的熏到了。嗯，太熏了，太厉害了，他熏到了。熏到了是那种气场先到的那种感觉、哎、我这个高高实用的嘞，气味儿，快带我进入另一个世界吧。苍冷冷，熏到了。你来这个州府多长时间、啊、我来这州府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一直在刺史身边？对，他是我的领导。你们的这个上下级关系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就是我比他小，他比我大。你觉得他回答的是我问的问题吗？我问他跟他的上下级关系，他说他比他小。死者是我的领导。嗯。情绪呢？就是你们之间的交流是非常的顺畅，还是非常顺畅？顺畅。行，现在呢是中午12:30，交代一下各位今天的时间线，以及在案发之前都做了什么，有没有见过死者？我是10:55的时候去找的欧，因为我们约好了欧，我的欧今天来帮我作证。对。然后我们呢是11:00到的这儿，到这儿以后呢就看见大和张已经在这儿了，然后我们就一起进来。进来之后11:00看见真就告诉我们说今天这个案子呢由勋来主审。嗯。对，让我们各自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做准备。12:00，然后来开始参加堂审，后面就跟大家的那个时间线是一样了。对的，然后就知道你来的时候是所有人都已经到了吗？应该大家是差不多时间的。好，嗯，11:00到了这个地方，到12:00到堂上之间这一个小时，你有见过真吗？中间没有，没见过。嗯，好的，好，来，大嘴巴。我10:55，张波斯来到我这个我叔叔那地儿找我，因为我们俩好朋友嘛。因为今天我不要告我夫人嘛，然后呢，我们就一同出门前往了这个州府啊。嗯，11:00到了州府呢，就一直在我在这个1号的厢房。这个时候，荣和欧还没到，对吗？都来了，都来了。对，对。你中间有见过真吗？中间没有，也没有。对。你是在1号厢房是吗？1号厢房，对。我在3号。3号，好。欧是也是前面的时间线。我跟荣一起来的，然后呢，到这之后呢，也是跟刚才的过程一样，我在4号厢房。嗯、然后我11:25的时候出去了一趟。嗯。有点私事。你指的出去是离开你的厢房，还是离开衙门？都去了吧。11:25出去，几点回来的呢？10，就半个小时。回来之后，然后12:00就开始升堂了嘛。没见过真？没有，没有见过。嗯。来，张伯斯。10:55，我去找大。嗯。大嘴巴，我和我们一起到州府，然后我们两个是最先到的。嗯，紧随其后欧和荣就到了，对，然后又紧接着真刺史就到了，但是注意这个时候勋残军是没有到的，就真刺史来交代了一下，说今天有一个勋残军来审，然后我们就各回房休息了。哦，对耶。嗯，哦，我回的2号厢房，然后一直在11:00等待12:00升堂，在期间我一直在2号厢房练习我的普通话，就练普通话。对对对，一停都在念。嗯，最美的中国话。此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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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熏。我呢每天11:00上班。嗯。
今天我要堂审，所以我提前十分钟到达，然后在我的书房准备堂审资料。10:50你到了书房，你的书房也在这州府内。对，然后12:00开始审。这个中间你也没出去，也没见过任何人。对，因为有很多材料要准备，然后就是还是很复杂的。所以你今天从头到尾没有见过真。对。这么开心，第一票还是挂他吧，你看。又挂了。好吧，那基本上这个时间线毫无作用啊。但是呢，我们就要弄清楚11:00到12:00到底发生了什么，甚至有可能是在11:00以前就已经有人动过手了。嗯，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州府翻个底儿朝天。好，我们的顺序分两组，所以准确的说，我们要把这个州府翻2次底儿朝天。好，第一轮翻是我跟王子，还有张 boss 和容嬷嬷。好，第二组是大嘴巴、欧巴和熏到了，一起翻，来，给我加油！加油！苍狼狼，苍狼狼。一轮现场搜证，七名玩家分为两组轮流取证，限时10分钟。朋友们，让我们来抽取我们的安慕希探案神器。好，我来为大家读一读又有什么新的好东东。安慕希探案神器规则：真心真意安慕希，长白山蓝莓酸奶最珍惜，请将一瓶新上市的安慕希 AMX 长白山蓝莓酸奶放置在圆台上，解锁点亮探案神器站，抽取好运机，赢得搜证加时1分钟的奖励吧！来点今天的音效，苍狼狼来了，朋友们，哦吼！这个好，来这个来，我又抽到6号，好，啊，真的好运哎！走吧，好，让我们去搜证吧，搜证，走，好，明镜高悬，我就先去案发现场了，好，香薰记录。州府办公时需每日提前30分迎针验毒，确认无毒后于11:00前送入冥想室并点燃，燃烧后为灰色粉末，就确认无毒。但是你看它这时间点啊，燃烧后为灰色粉末，你看它这全是刀口，你看没有？哎呦，这都是刀口，看看这里面的伤，它到底受了几个伤？嗯，哎、哦、呦，哎、哦、呦，这么大出血，还挺狠的。心口扎了一刀，这应该就是致命伤。啊，这儿都还有一个，哎哎，它这是一个爪印吗？你相信是什么妖猫杀人吗？再看看这把剑，好像就是这把剑，对不对？小苍狼狼，你插一下试试看。对，应该是苍狼狼一下，看是不是合适的。哎，妈，对，是他，正正好好啊。他就用的这把剑，就在现场拿的，就等于出现场。好，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哎，看，全都破了这个。哎，这个是它本身纸破了，还是这个洞？这都是缝，只有这个，你看更像是一个完整的洞。
去的是熏道的房间。金针刺史收到熏到了300两黄金。好做人，做人好，做好人。好。长白紫韵酿玉露，人间圣果惹人慕。50%减糖甚清爽，30%蛋白添营养。背负一杯难自控，健康美味谁与共？这个长白圣果就是这个蓝莓吗？123456789134289412。卷宗，妖猫杀人。你看这个咪咪是不是我们刚刚见的那个咪咪？哎，哦对，是胖胖，哎，一模一样，画得好好啊！他按了一个血手印儿，血手印，还有血手印，契约，黑猫契约。那我就去我的 O 的这里看看吧。爱女欧妮之灵位，生于2007年。死于2220年，欧妮。哇，芒果好香啊！我好想吃一个。哦。芒州交友指南：向上社交，多个朋友，多条路。所以欧在学习如何向上社交。这是什么？寻人告示，欧盟镖局总镖头异地欧偶，不知所踪。啊，他是他的异地。好，里面什么都没有。前面有像猫爪抓过的痕迹。原来是这样。你的时间还有3分钟。这个上面应该有东西吧？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啊？黄芥末。所以这是一个动线啊。哦，我懂了，这是他把自己吓尿了。
那只黑猫把自己吓尿了，在这里准备加速，啪跳到这儿，砰冲进去，直接一刀把针刺死送走了。说得通，非常有道理。真的房间，神容四上，苦力狗腿，右耳头颅，怎么样了，师傅？他们这还有个神容四少。哦，天哪，四个人的 team。对。财源广进啊，熏赠哎，这是熏送给他的？对，这可是金的哟。哦，这里有治我儿小珍，尽管你这个儿子实在不算争气，为父仍然为你善后注释，祝你科举舞弊。如今为父时日不多，所做最后一件事仍是举荐你接任为父长史之位。哎，啊，这个盒子打不开。哦，搓开了，搓开。哇，晕字了已经。芒州长史真福，我必会设法运作，不日便令你升任芒州刺史之位。你这个针很有问题呀。杀掉欧后，可使其继承欧门镖局。芒果，好香好香的大芒果！大芒果，我等会儿来吃。哇，我刚才就想吃。侦探，这里有第二个凶器。啊！苍狼，我刀呢？哦，辣！啊！这上面有一个，可能是一个装置，用蜡做的。对，那个有一个。那个枪头上也有那个蜡哦。倒计时开始。哦，枪头那儿也有那个蜡呀，我刚上去看到了，然后它那个灯上面也有一点蜡。七六，我觉得有可能它是一个动线。四，就是它层层把苍狼狼。一，搜证时间到，请玩家离开现场。咪咪。走吧。哎呀，吓死我了！你们这个好甜是吗？好香，好大。大芒果。走，快，他还有一分钟，加油！获得六号好运机的玩家可继续搜证一分钟。探案神器又开始了，来拿我们的探案神器，拿一个长白山蓝莓放在中间，您猜怎么着，光机灯就亮了。得嘞，带着性格抽的，
六号才能那个多一分钟。对，走吧走吧，好，搜证去吧。谢谢。来吧，开搜吧，看着这台阶不要绊到。好嘞。我永远都不得再说。看着这台阶不要绊到。你怎么回事？刚说别人不要绊到，自己就全绊到了。至少您没受伤啊！来来来，您走，您走，您走，您的啊！走走走走走。哇！我要搜搜你的大声说书铺。哇，这个书铺看起来好有意思啊！这是什么？原创热场小诗集，这是什么意思？你有什么现在我就跟你说吧，咱俩关系这么好。好呀。对。这什么？一条小路，两只老鼠，三桶夜香，四处肮脏，五拳六脚骑上榕树。这事儿要跟你说了，你往心里去了，你都觉都睡不好。真的？做的这些事情实在是，哎。小时候不懂事吧？不是我不懂事，我是 baby 的，对。哎，你这个书铺为什么这么好玩？哎呦，这是什么？漂浮啊，不对，浮漂，考生座位这。哎呦，这是个什么东西？回回回回回回回，肠子都回青了。大嘴巴。哎，您说说。这啥意思？哎，这可气人了，特别的不好。听完之后，你肯定特别恨。大嘴巴容嬷嬷，这是你们的契约书啊，找到你的结婚证了。别看，全是伤心的事儿。你们的故事真的好，好期待哦。哎呦喂，波斯好物杂货。这是啥呀？从爱喝长白山蓝莓味酸奶的衙役处打听到的情报，原告会在11点抵达。账本，261页，波斯好物杂货开业，铺子亏本，亏本，亏本，这是一直亏本的。我搜我们家荣。你就老打我是不是，天天就打我。父母双亡啊，不容易不容易。我又发现了一个帽子。这是什么呀？浴巾啊。哦，这一盒。我真的，他对真这么狠啊。哇，这么多针啊，果然是容嬷嬷呀，我们俩志同道合呀，为什么还欺负我呀？这些盒里肯定有东西啊，您说说这怎么开呀？哎，这怎么搞？哦，这儿，嗨，我早就知道了，就是多一些戏份啊。哎呀，看看我媳妇为什么老欺负我。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给大嘴巴下药。哎呀，哎呦喂！哦，这盒里肯定有东西。开，这是不是他跟欧？哎，你知道欧是他真正的相好。哼！吼吼！荣，荣啊！完了完了，这张波斯这有好多荣的东西。哎呦，他也跟荣在一块儿啊。我们是好朋友。她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温柔的一个女子。你真是个翡翠啊。果然让我滚。
你的时间只剩最后一分钟。大夫子，他是夫子的孩子吧？从文章妈妈一生有的四个孩子，经我多日调查，都与真。哦，七天后第一批货必须押送到盲京，否则就等着掉脑袋。他之前被针刺使威胁过。哦，这有一个密码锁怎么办啊？我来呀、啊，我专门开密码的呀。那你看这个，我看一眼，12345670，你看一眼他的生日，他波斯帝国有没有波斯生日？还是波斯？倒计时开始。十，咪咪黄香，此乃稀有香料，猫闻后会发狂。哇，这个跟猫有关系。六，哎，你闻闻。五，四，三，二，一，搜证时间到，请玩家离开现场。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搜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来吧，我们梳理一下人物关系。好，我觉得可以把他们四个放在一起。神荣四少，对，头领就是他。对，然后他们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是的，大和荣他们是夫妻，然后他俩目前看是好友，然后他跟欧之间基本上是这样。好吧，请我们的嫌疑人上来吧。好。刚才我跟皇子在真的屋还有这个冥想室转了转，是的，然后呢我们转到了一些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有一个神荣四少浮出水面。好，今天第一个发言的是我们的荣啊。对，荣来分享一下你到底是搜了什么，除了给我们大芒果。我只记得芒果了，我看见芒果我就走不动道了，我就没有再探案了。来，我去了我的欧。哎呀，你跟他有意 ？Oh my god！ 首先，我先发现了一个灵位牌位，一个牌位，上面写的是爱女欧尼。欧尼，欧尼酱。欧尼酱，欧尼酱。所以他是。她是我龙凤胎的妹妹，龙凤胎的妹妹。她出生的时候就比较体弱多病，对，后来就去世了。2020年，七年前。然后有一个新的线索，就是《盲州交友指南：向上社交》的一本书。打开你的社交格局，提供价值，让优秀的人主动靠近你。这是书上写的内容，然后呢，我的 O 用红字标注了，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啊，他在学习如何社交，拓展自己的交友圈。书上说何为优秀的人？哎，何为优秀的人呢？何为优秀？说对呀、啊，哎呦，对呀、啊，哎呦，拍马屁，你们真是好手，波斯马屁拍的果然是国语逼逼格。好，来，何为优秀的人？谢谢您，嗯。就是职级或社会地位高于你的人，或者家里有钱的人。哟，这个理解很片面了，就是很极端的。嗯，如何结交优秀的人呢？学会赞美，找到共鸣，用相同的。好，这个以后都有用。没必要，还是叫爸爸。爸爸，用相同的经历来打造专属于你们的圈内玩笑。欧说好书，学习到了。就证明他是认可的。这个是不是涉及到你的出身啊，或者是你？是的，是的。你知道我们家镖局嘛？嗯。我爸妈就说，你要去学校结交人脉才是重要的啊、哦。这样呢，以后会对我们镖局的生意会有帮助。嗯。对，这是父母给我的教导。嗯。所以我去学校就努力的去交了很多，我觉得优秀的朋友，比如说有当官的啦。
有钱的、啊有钱的啦，有老师的孩子啦，就是一个融入圈层的一个办法，一个融入圈层，而且是打开话题的一个方式。其实如果是善意的，目的的话，其实这个也 是好事，对。然后在欧的这里面也有一个画卷，这是什么？上面是神龙四少，他标明的一个是老大，然后穿着一身蓝色的官服，那肯定就是真四使。然后呢，写着一个书，那肯定是大。著名的是？著名的是掩护。小时候的事儿。布应该就是勋。啊，布不是你吗？我们是姐弟，但是呢，一个跟妈妈姓，一个跟爸爸姓。所以写的布，然后又是个男生，肯定是我弟弟嘛。好，布是什么身份？头脑。对，智商担当，但是作业都是我帮他写的呀，然后没事儿，知道吧？所以这事儿怪不得您叫掩护呢，说不明白。对，来来，那然后呢？那标呢？标就是武力。对，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神龙四使，神龙，神龙四使，神龙四少，神龙四少的这个。今天怎么了？今天太难了。这个神龙学院在我们这个芒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府。最初呢，因为它在一个榕树旁边，就叫神龙学院。但是后来神龙学院扩很大，就把这个榕树就扩起来了。这个学校它都是达官子弟，非常有钱的有势的人的孩子在里面上学。我去了以后呢，我是先发现了真，他到处的就是去霸凌别人。就是他是老大，你知道吧？校园一霸。对，他是官二代，对不对？对对，那我跟他交朋友的话，对我的家族的生意有帮助吗？最开始的时候是他跟勋完在一起，他们俩老是哎到处去，在学校里面就很风云。后来我说我怎么样才能加入他们这个小团体呢？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有一天我就在那个学校门口，就在那练那个铁砂掌。然后我在那练铁砂掌的时候呢，这个甄福就过来看到了，说哎这小子不错啊，有两下子。他说把他收进来。后来呢认识了这个大，他呢是夫子的儿子，把他纳进来，对吧？对我们也有好处呀。纳进来啊，就不纳入我们的小团体。是个鞋底儿吧？啊，来来，就帮你们在老师面前打掩护呗。对，然后呢他就加入了我们，我们就有了神龙四少，神龙四少的这个名字。然后呢从此就在学校里面就横着走，跋扈了啊。对，非常的嚣张跋扈。那个时候反正真的不太知道这个善恶。然后呢我在你的房间里还发现了一个应该是你自己画的一个画册。小人画，这个就是我，就是可能我在画我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儿。然后第二张呢上面有六个孩子，树边上有一个桶，然后有一个应该就是你吧。他就去掐着一个孩子的脖子，然后地上跪着一个小朋友在哭。哎呦喂，其他的三个小朋友呢在鼓掌。字儿是一点点点，二点点点，三点点点，十五。看来夫子说的也不全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恶作剧。有一次呢你知道吗，我们几个在吃果子吃特别香的时候呢，过来两个这个倒夜香的两个小孩儿，是两兄弟，就是很倒胃口啊。我们在吃，然后那甄福就说这两个人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吃果子呢，你这扫兴，臭了吧唧的，把那两个人给抓了。抓过来以后呢就开始就是欺负他们嘛，霸凌他们。夫子呢曾经跟我们说过，说你掐住一个人的脖子数到十五声的时候，这个人就会死。我们就不相信，我就去掐那个哥哥，然后呢我就数到了十五，他没有死，但他只是胀得面红耳赤，崩得不行。我说嗨，你看夫子教的也不对嘛。后来就大家都没当一回事，他们都在旁边笑。这个事儿过了之后呢，我们就经常欺负这两兄弟。好残忍的一个故事。是的。紧接着应该能够看出来，还是在同一棵树上面有一只黑猫，趴在那个树上。然后呢那个桶还是之前的那个桶，应该因为我们那个榕树啊有猫窝在那儿。甄福呢就叫叶翔兄弟穿那个老鼠的衣服去掏那个猫窝，结果呢掏完了以后呢他们就被那个猫挠了，边上有一些像血一样的东西，两滩血迹。对，两滩血迹。然后写了一个妖猫杀童。
一个问号。有一天放学之后，应该是真跟勋就在那个榕树底下又开始霸凌稻叶香的那两个兄弟。我是后来才跑过去的，我跑过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哥哥已经在桶里了。桶里啊？对，勋在掐弟弟的脖子，弟弟已经休克了，吐白沫，就丧命了。你看见他杀人？当时我就吓坏了，我转身就跑，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我就开始吐，吐了一晚上，就是我没有办法睡觉，我每每一闭上眼睛就想到这个画面，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在我的这个记忆里就已经扎根了，形成了一个我非常非常痛苦的痛苦和暗黑的一段记忆。哇塞，太狠了！你感觉他给弄死了？旁边写夜猫杀童，那不就是等于？但是你刚才不是说你看见了？我是看到了，但是后来传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尸体的。等于这两个孩子真的死了，但后面传出来的是妖猫杀童。对，所以呢，他就表示疑问，因为他目睹了真实。我目睹了真实的情况，所以他打个问号，就是说这应该就是个幌子吧？对，所有的这些猫妖杀人的这些案件都是没有尸体的，所以你也不知道尸体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然后有一封信，是写的是欧巴亲戚。信的内容给大家念一下，鄙人隔壁老王，受叶爷爷委托，拟写遗言如下。叶香兄弟的爷爷给我写的一封信。吾耳闻你年少气盛，欺凌弱小，吾孙辈也被你所欺，但多日相处，吾知你本性纯良。无人正确教导，才误入歧途，且希望你能迷途知返。往事不可见，来者犹可追。但是最后这句话被他用红字划掉了，是2023年的时候的一封信。在这个叶兄兄弟被杀了之后，我一直都觉得惶惶不安。这件事情我自己有很大的责任。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去看一看他们的爷爷。后来我就去了，经常去看叶爷爷。然后我去了他们家呢，叶爷爷对我特别好，就是给我热饭热菜，然后给我暖那个铺被，然后还给我倒热水。就我在他那里生活的日子是过得特别的开心的，就是当一个很普通的爷爷跟孙子这样的一个关系。就这段时间让我突然良心发现了，我觉得为什么我过去犯下那么多的错，爷爷还对我这么好。后来爷爷去世以后，我收到隔壁老王给我的这封信，我就觉得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我甚至都间接杀害了他的孙子，我犯下的错是不可饶恕的。因为你不打算原谅自己。对，所以我才把这句话给画了，就不想给自己机会了。又出现了一个人叫欧吼。吃饭喽！哟吼，吃饭喽！欧吼，吃饭喽！这不，我家都来了。因为我在欧的一个箱子里面找到了非常多张的寻人启事。欧门镖局总镖头异地欧吼，所以就是你的异地。这是我有一次押镖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一堆小孩欺负一个小乞丐。然后我就去给他救下来了，救下来了之后我就收他为义弟，我就把他当成我的一个救赎的一个缩影，其实就是想赎罪偿还。对对对，所以我就对他特别好。欧后于2月3日前往芒州书院后不知所踪。在你的房间有一个欧吼的这样的一个护身符，对，上面写有一个吼。对，所以本来这个袋子是在你第一弟的身上。身上，对对。在哪里找到的？谁给你的？我接到了这个州府的消息，山民来报说芒州书院的后山发生了一起这个妖猫的杀童案件，而且这次的受害者就失踪多日的这个欧吼。然后呢，我就匆忙赶去，就发现这个欧吼的护身符挂在书院的后山的大树上，而且上面又有了3道猫爪的印子。对，看到没？树下还有大量的血迹和那些破碎的衣服，这个放出来的消息依然是妖猫杀了人。
尸首依然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就是在他的房间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箱子，箱子上有个白色的封条，写着一个针。嗯。因为你们家是镖局，嗯，那所以这个东西是真委托你们去托运的，还是说？他有一次托了我们一个镖，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书，去盲京，我就派了我们最好的镖师去给他送。结果送镖的途中呢，我们的镖师连带这些护送的那些镖全部都滚落到山崖底下。后来我们的镖师瞎着眼睛跑回来了，跟我说有妖猫把他的眼睛弄瞎了。妖猫又出现了。后来我去山崖底下找，就找到了这一箱东西，里面并不是什么重要的文书。你们是芒果，很重要的芒果，这是我给你们的分的芒果。这是我们这芒州的特产啊，大芒梗。哦，嗯，但是除了芒果以外，啊，下面那层，这个可能是个比较重要的了。翡翠白菜黄金猫，一只手摔断了。这是一个非常贵重的一个宝物。然后下面就有一个证据是说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了。啊，首先是有一封信，是写贾阔老收。吾已查到书院霸凌残害同窗，你宝贝细载无所不为。嗯，甚至连欧盟镖局总镖头异地欧后他也敢杀。但芒州无我征服不能摆平之事，想要一劳永逸前到事成。哦，帮他那个平事儿了，平事儿了，就是这封信的时间是2027年2月5号，第三天，因为2月3号失踪的，2月4号发布的这个寻人启事，2月5号就有这封信。对，真写了给甲一封勒索信。可是为什么会在你的空间呢？因为翡翠白菜黄金猫就会让我想到芒州最大的翡翠供应商是这个甲阔佬。甲阔佬他是不是跟甄之间有什么交易？所以欧吼的死跟他们是不是也有关？因为之前欧吼呢在学校的时候就是那个甲阔佬的孩子跟他发生过冲突，甲阔佬就说就孩子之间小打小闹就没当一回事儿。然后我为了找到这个欧吼的死亡线索，3月15号我潜入了这个甲阔佬的房间，我发现了这个真在2月5日写给甲阔佬的信。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甲阔佬的账本，对，甲的一个支出是被撕下来一页的。最重要的一笔就是2027年2月8号真刺史欧吼事件翡翠黄金猫一座。哦，也就是说甲拿了这个宝贝送到了甄府给了甄。好，我来梳理一下，就是他的弟弟呢是被甲阔佬的小孩给杀害了，于是呢甲呢就找这个甄来帮他平事儿，因为甄他们家是当官的。对，对于是呢甄就跟他说放心交给我，这事儿我一定帮你摆平。老干了啊。甲因为他是个翡翠经销商，于是他就给了一个高价的一个珠宝就送给了甄。嗯，但甄呢其实他拿这些东西摆在家里，他其实不是为自己所用，他又拿去打点达官贵人，他在往上再走关系。嗯，甄呢就派了他去做这个事儿，结果没想到中间有意外出现了。对，但是这个意外发生的时间是哪天？我能问？10天前，那就3月6号。3月6号，这是3月6号发生的意外。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意外他去寻这个箱子的时候，他发现哎怎么会所谓的文书更不存在，而是这么一个翡翠的工艺品，而这个翡翠的工艺品呢是跟这个甲有关系，所以他才这么一倒就倒出来了。一个是找到了甄给甲写的信，另外倒到了甲给这个甄出纳这个东西的收据。嗯，到目前为止就是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的义弟的死是甄想要帮他去掩盖。对，嗯，
接下来分享的是张。好，我去的是这个。熏到了，哎呀，熏到了，熏到了房间。他形成这样的人格呢，跟他的家庭这个教育很有关系。这是2020年4月12日，熏父给熏儿留的一封信。熏儿，我们带你荣姐姐北上义商了，家族生意辛苦，你安心玩乐即可。倘若钱不够用，只管找管家支出。倘若闲来无趣，可去神荣书院交些朋友。请问这是对你的放弃，还是一种溺爱？溺爱，就是让我玩，让我姐经商，让我赚钱。他们入了学之后啊，就是2020年嘛，然后他有一张他们四个在学校的画像，叫做大嘴巴学舞图，然后从这张画上基本上能看出这四人小团体他们之间是有一点点的阶级差异的。真刺史坐在最上座，可以盘腿躺在上面有人伺候，然后勋是在边上侧座嘛，但是他有座位也是一带审视，然后欧呢是在边上有一点点要跟他们可以上桌交流但是在讨好的意味，然后大嘴巴就在下面哎转圈跳舞给他们取乐。对，因为不是他们以前老欺负我嘛，就是让我跟那个舞姬啊一块儿跳舞，然后当时我特别生气，我就暗暗的发誓以后再也不生气了，就是那也不生气就是脾气快变好，变好之后就没事了对，那你做到了，做到了。那能不能这样，好不好？那这舞能给我跳看一眼吗？想看。想看呀、啊、你怎么也开始欺负人呀、啊、好了，不是了。我跳舞一个舞。你们区区几个这个什么地方纨绔，你在十八皇子面前，你们收敛着点。苍龙，我现在已经变了，我变成好人了。对，我学会做人了。我们洗心革面了。最好是。然后就是一些2021年在勋的视角里面，他们写了日记。他霸凌别人的记录啊，应该是跟那个欧刚才说的能对得上。那两个倒夜香的臭小子真是臭，我要整把他们，他们被猫咬的摔下来的样子真好笑。然后第二个日记呢，就是今天我在真的指示下掐住小男孩的脖子悬到半空，没想到他这么不禁掐，才数到30个数就死了，真没用。30，哎，对，所以夫子说15个数就会死，结果他不用证明夫子不对了。对，我为什么加30个数？真的，我为什么不这事赖我爸干嘛呀？就是我为什么不听夫子的话？夫子也没让你掐过15秒这事儿，一秒都别掐。尸体你们弄哪去了？我不知道。所以被猫抓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这一对夜香兄弟的尸体的话，后面怎么流传开来妖猫害人都会在脸上抓伤呢？他不光在学校霸凌同学啊，他对自己家里边的这些人们也很差。他说那个听不懂话的蠢厨子，老子明明不吃鱼还给我做，得让他见识一下我的拳头，气死了。就是混蛋孩子，就是各种纨绔子弟的那种做派。哎，然后他从学院毕业了之后，他做了什么呢？毕业修花。从学院毕业了之后，他去修花了。他毕业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官。他跟真刺史之间有一个合约啊。今真刺史收到勋到了300两黄金，许勋到了上任芒州州府参军，以此为证，两个人签字画押。咱这个事儿简单来说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一个在学校里玩差不多了，基本上这完了就上社会上玩一玩，明白？但是得给点自个儿这叫什么 title 啊？对啊，还是跟我大哥混。嗯，明白啊。300两黄金，买一个官啊，10两白银都可以卖儿卖女了。对于农民来说，关键咱这层次不是不行吗？层次行不就不用花这么多钱了？
但是呢，这个呢，我想说，就家里的父母给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子，就是有明确的分工。所以呢，我就是经商，然后弟弟呢就希望他能走仕途一条路，然后把家族的这个势力扩大出去。那让他走仕途，为什么不让他好好读书呢？他买官了之后就开始危害社会啊，这里面是又是真交代他干的事儿啊。勋，最近你伪造5年前妖猫作祟再现之事，非常稳妥，黄金百两是一半的报酬，之后再接再厉，我会继续分你一半。这不就回本了吗？你说什么？哎呀，不是，哎呀，这不是做生意。你在跟我们讨论做生意？投票，投了。黄金已经收到了，就说明事儿已经做了。干啥了？就是还是用5年前的那种形式，说是猫妖杀的人。我把这个事儿大概念一下，从表面上，就是他这儿有几个卷宗。卷宗的这个定论人是刺史，记录人就是勋道了。然后这些都是在226年的3月、4月、8月和11月发生的4起失踪案，然后定论都是妖猫杀人。然后他们每个案子之后呢，都收了一笔贿赂，分别是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给的贿赂。所以是你散布出去的，是我出的主意。你出的什么主意？你出的是妖猫杀人这个主意。对。他出文案，他帮忙去写。对，对，我们是帮着处理的，就是相当于富家的人杀了人之后，他找到真刺史，他跟他说，然后我们来策划这个案子，然后我们俩分钱。他还活着，他居然坐在这儿跟他们说这些事儿。哎，有没有一种玩法是我们把认为该死的人投为出手，装到笼子里面，然后咱们早点下班？对，上笼子，走，等等，蹭啷啷。我也很难过，我当时是那样的。相当于他们成年之后不开始用自己年少时的那些方法包庇其他的人。他的罪恶的根儿其实还是在你爸爸的学院里。你爸爸怎么到我这儿了？我爸爸容易吗？待会儿听着你们得哭，也就我一人哭可能。然后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容易。哎，但是现在在这个时段啊，这个勋他发现了一个账本，就是实际每个案子真刺史能从那儿收到多少贿赂，然后他开始有点不满，他觉得黄金500两你才够28分，这次更离谱，直接19分。就是他觉得每次你给我的那么少，而前面真告诉他的是咱们对半分，对，分赃不均，就是分赃不均啊。然后我就生气了，因为后来就做这几起，越来给我的钱越少了。然后我就说，其实大家付出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官嘛，我是在记录员嘛，我俩应该是一样的。而且他跟我说好五五的，对，所以我就是说，以你现在这个不太高的道德底线，这已经构成一个浅层的杀机了。那这你是什么时候找到的呢？26年，226年，你就知道分赃不均了。对，我其实一直觉得跟着他混其实挺好的，直到这件事儿才有一种像真正是利益上的一种，怎么一开始说的那些东西怎么都变了啊？是55分，好像现在给我28。你先别那什么，我共情不了，你们现在还是黑吃黑。我共情不了，你别跟我说这个。我发现这个人呢，他是不做人呢。为什么不做人啊？他在学做人啊。他这有一本做人宝典啊。就这样一个人渣，他还在读做人？不不不，我们来看这个做人宝典是怎么说的呢？啊，第一课叫做做人好，要体悟做人的意义。名人语录：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作者是谁呀？我看一眼。名人语录二：人不轻狂枉少年，人太轻狂。躺半年，对，我知道这作者，我认识这作者啊。每日起来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家庭关系观察好，争取成为掌中宝，见人点头问声好，人情世故搞一搞。哎呦，都是这种。然后做好人完了之后是第二课，叫好做人，要喜欢上做人的感觉。第一步，
学会两腿走路。啊，猴写的。享受解放双手的愉悦，伸直腰挺胸膛，左脚右脚接着迈，扭啊扭，扭啊扭，扭啊扭啊扭啊扭。这听上去像是一个动物在学做人。啊！真的跨物种了，现在开始。这么惊悚。然后第二步，学会百变穿搭，享受久看不腻的新鲜感。红配绿，一身正气；红配黄，散发光芒；红配紫，大红大紫。学的都是押韵呢，没学什么搭配啊。您解释一下这个你不是这个就是什么呢？因为小时候特别坏，你像就是我们这四少简直就是无恶不作的，校园就是那种霸凌那种，是原来我不这样啊，我是被你们拐带了，我也不这样，但是我为了都摘出来了，所以我还说我这说嘛，得到他们的认可，进入他们的团体，明白，就只有勋是实坏，对吧？原来是，我刚才一直在叹气嘛。行，懂了懂了。但是当我这发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好好的学做人了。什么叫学会两条腿走路啊？怎么你不会两条腿走路吗？我会两条腿走路，但是这是这本书里附带的内容。哎，但是这个很奇怪，我觉得2027年3月13的时候，真给他写了一个命令，这个里边措辞比较官方。他说：“勋，我有一事交代于你。今芒州城妖猫作祟，百姓怨声载道，我派你捉拿城内所有黑猫，并于3日后在午门焚烧，以灭妖猫，平息众怒。半城之后必有重赏。”因为这也不是一个公开文件，但实际妖猫作祟这事儿就是他们在作祟。那他私人文件里边真为什么要跟你这么说话？他是失忆了吗？还是装失忆？但这个就很奇怪啊，因为很奇怪，你再往后就不奇怪，你再往后看。然后他就去杀猫了。他是3月12日，他画了一个黑色的波斯猫，然后在上面盖了一个大大的血手印，然后他就跟画里边这个黑猫诞生了某种契约，这个猫妖就上身了。因为他的屋里边有一个猫盆儿。然后他之前你还记不记得他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打厨子的日记，他说我最讨厌吃鱼，但是我在他房间里发现一个今日食盒，就开始爱吃鱼了，全是鱼。这什么意思呢？你是去打猫然后被猫咬了，然后你就变成猫猫侠了吗？就是一张图，你就全靠编，这还杀猫？这只猫是我养的一只猫。哦，刚才我们进州府的时候看见了一只咪咪。大人，这个真的有只猫哎！咪咪侦探。因为我前一阵子就刚遇见一只猫，然后等于我就放我这屋偷摸养了。哦，所以这是猫的食盆是吗？是我的食盆，但里头是条鱼，就给猫吃了。哦，你偷偷养的猫，所以用自己的食盆炖鱼来喂猫。他不能让府里知道他偷养的这只猫。然后为什么说这两个画的是一个圈呢？就是因为我不太会写他的名儿。哦，就是蛆，我本来给他起的叫黑蛆蛆，然后但是我名蛆字这个太复杂了，然后我就不会写。不行，我就糊上了，糊上之后，然后这个，然后这个手印呢，是猫不都喜欢摁着上吗？然后我就在这摁个手印。你摁这手印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它是你的猫。对。哦。但是它就是你就是这张，他说马上要杀猫了，但是这猫我非常喜欢。而且他12号刚刚捡的这只猫，13号你就写告我要全程杀黑猫。本身我们之前做那个案子说猫杀人本身就是跟猫没有关系这事儿，所以他也会觉得说真突然下令全程杀黑猫有点奇怪。当然了，是不是在针对我啊？而且会不会是觉得好像他知道你养了只猫？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因为从他的逻辑上，其实刚才张的那个判断是很敏锐的，就是我明明知道这事儿是怎么回事，而且又是我写给你的私人的信，我没必要那么冠冕堂皇，这种就有一点像撕破脸皮的意思了，就好像将来万一这个信被扒出来，你看妖猫这事儿我可不知情，都是这个熏干的，都是要甩锅给他。嗯。关于熏的我就分享完了，然后现场我看了一下死者，首先他屋里边有一个香薰，我闻了一下他的外袍是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但是我不能确定跟这个香薰是不是同一个香味。然后我们在现场看到了一把剑，对吧？然后那个剑上面的血迹是相对比较多，也跟伤口吻合的。但是我在旁边的草丛里边发现的第二把凶器，啊，是一杆长枪的枪头。然后我发现它的时候，上面的血迹只有枪尖上那么一点。老子讲的那个不是手杖，是砸那个枪头的血。那个样子更像，对吧？嗯。然后这个枪头的把上，这是一撮黑猫的毛，意思告诉你这跟猫有关系，这就是给猫妖案做的这一个签名。然后枪柄上有一些融化了的这个黄色的蜡。爬上梯子之后呢，房顶上有一堆蜡，前面有这样的一个灯台吧，有蜡的痕迹。死者是坐在这个高度，这是一层窗户。如果说这是一个机关的话，那角度是符合的。但是有两个疑点，第一呢，这么一个枪头，它以这个斜度这么下来，这个势能和动能肯定是不够的。它除非有个像弓箭似的一个弓弦，但是这弓弦没有找到，等于机关的有一部分不见了。对，但是问题是呢，我们其实那之间都在一起了，他用什么时间把机关的后面一部分拿走的？而且他又要把这个藏起来，又要在上面留下证据，他的就我就觉得这个不太对。好，那我就谢谢。下一个是 O， 好，该我了。好，我去看的是这个大嘴巴的房间，他这有一些这个神荣书院的唯独花名册。哎，神荣书院册子上面有一个好诗九百首，组别首章甲组是花好好、夏好好、雷好好、鹤好好，到末章新组是甄宓、欧巴、熏到了，后面用红笔写的是补入大嘴巴，就等于是以他的资质或者他家里的条件，他不太够格来参加这个神荣学院。其实就是说我小时候吧，因为我不是老师的孩子嘛，所以大家就是什么事都愿意做，就是不愿意跟我做朋友。然后这时候就你们几个人突然找我，跟我说你们可以跟我做朋友，那我就巴不得我终于有朋友了。但是我发现刚跟你们开始做朋友，你们就开始欺负我，然后打架的时候都跪下来求我不要死，跪下来求你不要死。不不对，因为你们都下手特别狠，然后打我打得特别狠，然后什么玩剪刀石头布，我出剪刀你们出左勾拳，就是你们老一块欺负我。但是我觉得即使挨欺负了，我最起码还能跟几个人在一块儿待着，就是特别苟且啊。哦，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后边我才对不起。别，这个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你现在问是不是太晚了？人情冷暖，其实经历过你们之后，他才是最恨我的。然后你们，你怎么这么惨？
算什么，不算什么。成年人世界的痛苦才是最狠的。相公，他是在身体上和心灵上给你建立双重伤害。哎呦喂，那真是。相公，哎呀，你都不知道。哎呦，你听后边。那你为什么会有一个悔字的一个蹴鞠啊？因为后来我才明白，你们要跟我做朋友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去找人小孩，人觉得能躲着你们吧。然后我是说，我爸爸老师叫你去一个什么地儿，人家那旁边不敢说不去，然后你们就得叫到那个地儿，就开始拿那球踢他。但是问题在于，我不想干这事儿了。我发现你们你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对，但是呢，你们就跟我说那个，你现在不跟我弄啊，然后我就跟你爸说，你叫他们去的，然后我就给架这儿了，我就没法弄。完了那球我都留着呢，上面写着后悔啊，欺负完别人之后我就特别后悔啊，没辙。然后还有一个原创热场的小诗集，一条小路，两只老鼠，三桶夜香，四处肮脏，五拳六脚骑上榕树，扒掉衣服揪住脖子，十分开心。咱就是说呀，就是说我是这里唯一有文化的一个人，然后呢，你们几个又不爱学习，但是你们又喜欢在打别人同时让我作诗，就是你能听啥呀？就是说我旁边放着，就是他们打着孩子，我旁边助兴，说也没有什么音乐，你把这旁边给我写首诗吧，我就给你写个什么一个肮脏四个，然后给你就跟那打快板的似的，旁边你们打着人，我这旁边给你们叫好，气氛组，对，气氛大王，气氛大王，就是真的是从那时就是啊。然后呢，在他的这个书桌上有两张福票，分别是2022年和2024年的两张参加考试的准考证。你是考科举是不是？对对对。就意思是你没有考上，对不对？2022年没考上，然后2024年考上了吗？我没有考上，我很努力。因为2021年正好妖猫案出现了，接二连三的那个有人失踪了。那时候不是咱们那学校大榕树那儿，然后有好多猫嘛，然后大家开始封建迷信，然后有人造谣说那个是那猫弄的，然后就把咱们学校给烧了嘛。然后我爸不是教书的嘛，然后他就跟大家去说，一定要相信科学，相信要科学，相信咱们要查出真正的事情。但是人们已经被迷瞎了眼了，他没人听我爸说。然后我爸从一个就是那种教书人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觉得这个文人思维有问题，净胡说八道。他从那个大夫子变成大疯子，就没有人让他教书了。然后我爸呀，但是每天啊，他就是早出晚归的，我也不知道干嘛去。但是突然有一天，然后人家跟我说：“您猜怎么着？”死了吧，因为你去这越接近真相的时候，然后你就越容易受伤嘛。然后他的尸体，接下来是一个不要有人接的一个双关语啊。他的尸体在盲盒里被发现。盲接住了，不要、哦，因为盲城的盒啊，对对啊，不是在盲盒里被发现，盲盒里很难发现你吧？对，要不我还得去抽盲盒，去抽那个水，然后就是在哪一年？在2021年，然后这时候只剩下我跟我妈就是相依为命了啊，我就觉得我得成家里的顶梁柱了，我就要完成我爸爸的遗志，我就努力学习。然后我就在2022年的时候参加科考，我无论怎么努力，都落榜。我2024年又考，再次落榜。我已经就是心灰意冷的时候，我发现我小时候老帮着你们写作业那俩孩子，从来不学习的，他们俩成大官了。就这事儿，我就觉得这不学习的一上去一定是有黑幕，是买的呀，就是这么点事儿啊。在一个盒子里面呢，发现有一个绣有绒字的一个丝巾，而且很旧。你们俩刚新婚不久，为什么就有一个那么旧的这个丝巾？啊，因为这是一个爱情的往事啊，非常的让人觉得很棒。然后呢，因为这个糖磕进去一定是个跳蚤糖，因为什么呢？因为最开始是这样的，因为有一天真他们又欺负我，他们让我上树上去够一个蜥蜴，然后我够着，叭，那个没踩住。我摔下来的时候，马上就要摔在地上的时候，一个女孩突然间两只手抱住了我，然后但是这些都不算什么，然后呢，哎，她抱着我开始转圈，然后一直转呀转，就一直转，
据历史传言，我们转了200多圈。你是小彩旗吗？对，就是你接到中午就要转圈，这是一个生活习惯嘛，就是拿到东西就要转，抵消重力加速度，就是一直转的，就是爱的魔力转圈圈就停不下来了，然后转到停不下来的什么程度呢？越转越晕，我们俩一边吐一边转，一边吐一边转，然后我们俩转到河里了，哦，然后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我们就是被爱昏倒，掉入了爱河。哦，哎，哎，掉入了爱河。这个典故这么老。哎，掉入了爱河。河童说我们这儿不收垃圾，然后没有，然后那个，我在那个掉入水里的时候，不小心那个扯住了他这个当时那个带绒这个丝带，我就知道，哦，是这位绒姐姐把我当时救了，然后我就偷偷的爱上了她，是这样的。好，接下来就是你们的契约书了。大嘴巴容嬷嬷自今日起结为夫妻，二人约法三章：一，不准同床；二，不准败坏容家声誉；三，不准染指容氏不庄。226年的7月10日，你们俩为什么要签这种契约呀？这是夫妻吗？就是这样的啊，因为当时那个我不是死活就考不上嘛，我就心灰意冷，没辙了。我妈说咱们人生还有别的出路，咱们当倒插门去。然后我说这个刚听说，说对入赘了，说怎么还有这么个出路？然后我虽然觉得就是说这事儿不是什么特别光美堂皇的事儿啊，但是说咱们可能有这能耐哈。然后谁是不是？反正咱就去了，因为对象我知道是他嘛。因为我特别想跟他一块儿去，一起吃好吃的，一起过好日子。因为我没钱嘛，对吧？因为他有钱嘛。哎，但是因为我不是前两年特别刻苦嘛，然后我就没有白付出的努力，我就考进去了。考上是考的。我们家很有钱的，不是说随便一个人想入赘就我们就可以的，也是要层层筛选。他们家有钱嘛？对。刚到这个洞房花烛宴啊，哎，他跟我约法三章。他说不准同房，然后我以为姐弟恋，他要接地气，然后那个，然后也不接我地气，然后呢，然后，哎呀，我们是姐弟恋，我的妈呀，他还有很多的这些规矩，然后等于我就跟他相敬如宾了，入了一假赘。对，后来咱们不就明白了吗？他不心喜欢别人吗？他其实他就、哦、他不能跟我，你刚明白这事儿啊？就是，那他不然是怎么着的？后来这事儿呢，他没跟我说明白，但是人家还对我不错，说我虽然不跟你这儿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我给你点钱啊。你去干点你喜欢的事儿，是吧？你就开了你的说书。我不喜欢那个看书嘛，后来我就在这说书了，成为说书先生了，就是这样。然后呢，发现了一个大夫子的卷轴，这样子的两张信。经学生告知，甄府早些时候在书院长期欺负同班同学，逼我儿子借口引导同学，把孩子当作蹴鞠、庄子进行游戏，是我对儿疏于管教。等此事调查结束，我定好好补偿。还有一个。传闻中妖猫一共杀害的4个孩子，经我多日调查，都与甄府难逃干系。如此恶童，必当严惩，我定要将其公之于众。世上哪有恶邪灵、妖怪自由在人间？说得好。这个就是夫子查出来的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个事儿是我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发现的，我爸爸这些记录。是因为我后来开始讲述的时候啊，我思维开始混乱，讲一半就开始忘。的原因呢，还要仰仗于这位少女，因为她之前对我还行，相敬如宾的。但是说过了一阵啊，那个妖猫案不是后来又出现的时候啊，她突然变了一个人。之前不是不让我上床吗？哎，现在让我上床了。我刚上会儿床，我说要咱们哎你好哎，然后就类似这样的时候，他说你给我下去，办蜡烛，
就从哪天开始虐待我？从哪天开始？从就是近期2027年的最近三个月开始，他突然就变得很奇怪，让我上来了。哎，我以为要怎么着呢？说你下去，对，然后现在给我搬蜡烛，然后蜡烛跟着蜡烛一样灭，你现在给我旁边演自生自灭。然后那个拿那些针就扎我，那是我觉得你不够争气，给了你钱，你出去让你去开一个讲书的房，结果你生意也不好。你说我不够争气，对，给我扎出点眼儿让我出气嘛，就是争气嘛。每天晚上就虐我，不让我睡觉，然后就导致了我记忆力跟各种就是神经错乱。然后呢，我就开始在这个书院讲书的时候讲一半我就忘了。然后因为之前我能讲这些书都是因为我爸爸告诉我的这些故事，然后我就回去翻翻我爸爸以前教我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一翻我翻出来他之前这些记录，然后所以一下就明白了更多的事情。然后呢，发现了一张这样的纸，是挺厚的，被撕下来的，不知道另一半是什么。妖猫之事已被大夫子发现端倪，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向父亲求救，父亲遂出手摆平。不就是当年大夫子快查出来妖猫是真和他干的了，完了把他爸做掉了。这个就是真跟你说的是不是？没有，因为我不是知道了我爸爸这个之前这些事儿嘛，我就想找一机会得接近真啊，因为我得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证据什么的，对吧？然后呢，3天前他跟我说，你老受你媳妇欺负，你告他呀。哎，我说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告他呢？然后就是原来我可以告他啊，然后我可以用法律保护我自己，好吗？然后那个撺掇的呀，你撺掇的。然后那里因为正好正在判案嘛，正好我说那我这一举两得，我就可以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呢，有一天我就进入到这个真的书房，然后我就发现了一本叫做《有趣收藏集》。收藏集里，然后我就撕下来当时那一页。哦，他还把这个当有趣的事儿收藏在那儿。所以是哪一天你在州府里面发现的？开庭的前两天，3月14号。那以上就是大嘴巴的发现。好，下面呢是大来分享。我刚上完心之后，我就要问问您，荣。你问我呀？他俩互相说太可爱了。首先就是我 LV 的故事了，就是绿下来了啊。哇哦，这个上面青山绿水，这上面就不说了，然后下边有俩人依靠在船上，咱们也就别聊了。关键这字儿啊是真气人，上面写的是首情诗，前三个字我念出来之后，我先说呸一下，呸我的哦。玲珑骰子安红豆，自古相思知不知，在2021年您当时怎么就跟他就嗨，谁还没有个锅具。又来了。那一天我看见有一个人快掉下来，不行，我又不管自己的死活，先把你去接住了。我从树上掉下来，你我是个果子吗？你接我干嘛呀？我只是很善良，属于我的天性。然后你转我，我就因为你转我这事儿，我进入到你的爱的漩涡里了。所以我才问你说，那一天我们俩转圈圈转了200多圈，然后掉进河里，你就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他沉迷在我们转圈圈，但是掉进河里之后，是我的欧救了我。有一次我发现融合大掉进了水里，我就一个猛子扎进去，把这个容嬷嬷从河里救了出来。然后那么帅气，那么哇，令我心动的。那你怎么上岸的呀？他自己接地气了。我这么绿，我是个龟呀，应该是。在这直接自个儿就浮起来了。说谁还上？来，我驮你走，应该是杰尼龟。哎呀，笑死了！
你救完我之后，你跟他好好了？没有，没有，没有。我想，我希望，其实我暗暗的其实暗示过，比如说，我觉得是哇，一个初雪的，很美好，很适合表白的。他说"瑞雪兆丰年"，对，瑞雪兆丰年，就很直男。我能感觉到他对我有一些这种异样的情愫。对，反正就不管怎么着吧，就是你救完我之后，我就爱上你了，他又救了你了，然后你爱上他了，就是这么点事儿。反正不管怎么着，我好像能长寿啊，以后反正真的吗，相哥？有好处啊，有好处啊。接下来问问这钱这事儿哈，咱因为我跟您，跟您，对对对，咱们相信如宾，相信，别这么说，咱们没接过气儿，没接过气儿。我知道您家有钱，然后我希望能够救赎一下我们家，但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家一直在往外上交钱。上交50两，然后交的越来越多。后来是变成了100两，开始付账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姐姐家里就让你管成这样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跟真的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真是要跟我们要收保护费的。哦，不是，咱是自家人啊，他不该啊。自家人还跟你一九开呢。他收你姐保护费，还克扣你的分成，他必死。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吗？我不知道。就是之前生意还挺好的时候，比如说像今年之前，我们每个月是要给他50两，但是到今年其实生意有一个特别大的下滑，营业收入很少。但是他不但不体恤，然后反而还要把保护费加倍。他要收我们100两一个月。哎呦，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现在其实是亏损的。疯狂敛财啊，他。对。这个是他们俩那个分家了，他说分家协议，父母双亡，姐弟感情不和，决定分家，荣氏布庄一切的营生及祖宅地皮归姐姐荣所有，今后的盈亏与勋没有任何关系哈，1000两黄金归勋到了所有。哎，真的是他什么都不管，有的是钱啊。但是，条件是他要搬出祖宅，日后再也不相见。协议呢是写的是2026年。是你发现弟弟做的事儿了是吗？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从小就是让我，像我刚才前面讲的，我很厉害，把自己的家的生意经营得越来越好。但是爸爸妈妈对我弟弟的教育呢，就是属于你开心就好，宠溺。对，就特别宠溺。长大以后也是我管生意，他希望能够在仕途上有发展。但是呢，爸爸妈妈走了之后呢，就是弟弟，我一直知道他就是纨绔子弟的做派，直到他跟我要1000两黄金。哇，1000两黄金！那次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我们家再有钱也不能任他这样挥霍，我就一气之下，我就下定决心，好，你要1000两是吗？我给你1000两，但是从此以后一刀两断，你搬出祖宅去。行，咱就听着啊，然后接下来你呀，相公，你不可能，你后边我都没说你哦，对不起，我有，你对我有多真的。然后咱们先说别人的事儿啊，后边我再单生我的气。然后呢，这2026年的11月10号，是由李四之子入账夜明珠100颗，后边他写了一句话说真不是人，然后竟然只给我1颗。这个不是我的，这个不是我的。这个呢是我弟弟的房间找到的，这个是刚才其实就是那个账本，对，被撕掉的。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我跟弟弟在去年的时候分家了，但是在今年的上元节，因为上元节是一个团聚的节日，弟弟我看他过得也不是特别好，那我就说那我们上元节一起吃个饭吧。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又动了一些恻隐之心，我说算了，爸爸妈妈都没有了，就我们姐弟两个人很好，我就把弟弟就接回来了。有一天我在帮他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了，看见我那账本给我撕了，对，所以呢我才知道说原来弟弟跟真是有这样子的勾当，并且真是分赃不均的。明白。在我的视角里面，就是弟弟再坏他可能也不至于说干那么糟糕的事情，肯定是真在引诱他。哎，但是你恨真的原因是，第一是收保护费，
嗯，而且一直还在不停地往上加，害得我现在已经是亏损。毁你的家业。对，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的弟弟，使他误入歧途。应该还有吧。因为他不讨厌真嘛，他做了一个真的娃娃，上边写着真嘛，然后扎了一些真嘛，就是传统手艺了。传统手艺，绝活。荣很奇怪呀，因为目前来讲你没有爱弟弟爱得那么深，而且你弟弟他自己可以去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你目前来讲你去扎他针一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情吧。气人的事来了啊，因为针本身是说你惹不起，对不对？然后你扎针，你扎娃娃，你扎针人，你扎我干嘛？然后因为他这些针都是扎我的针，就是每个上面都有那个带血的那些针。那他为什么要扎你呢？老扎我，扎我浑身都是眼儿，我现在想喝口水都费劲，然后直接一喝水就往外呲，我像个人体花洒。我浑身都是眼，我现在就是海绵宝宝。我老相公，老相公是什么东西？相公，现在离归公都差不多了，已经是都得问你一句，这是为什么呀？这仨月就开始扎我，就是我恨铁不成钢。你对真的仇恨是不是跟你对相公的态度有这个变化是也有关系的？那肯定的呀，对吧？你也别那么生气。那个，这位先，那个，我应该叫邱侦探。我叫少卿，侦探。对，听完这个，你可能就能理解我为什么生气了。好，前面都扎成我这样了哈，我发现一封信，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给大嘴巴下药。让他犹如口含刀片一样说不了书，大声说书铺生意低迷，他还要毁你事业。对，就让我口含刀片。嘿，好怪哦。他不仅要害我，他说我还找人扮成了黑衣人劫欧门镖局的镖，让他们频频丢镖。欧门镖局信誉受损，订单减少，还安排了不重要的小弟广贴告示，说熏到了，打肿脸充胖子，兜比脸还干净，他被逐出了阔少俱乐部。我不能接受。你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啊！我天天挨扎，还给我嘴里喂刀片，这是为什么？芒州有一个鬼市屋，能解世间诡异之事。芒州鬼市，芒州鬼市，他也有芒州鬼市啊！啊天哪！昨天晚上入夜以后，机关就应该已经做好了，在机关发动就，他把机关收掉。为什么现场会有两个凶器？人杀和猫杀的线索都有。猫毛哪来的呢？放箭了，放箭了！他绝对扎不死。这是幻术。哎，有道理。人是一样的人，可是身份不一样。啊，你是女生？你是个男人。他是猫。啊！他到底现在是谁？我看到一只大黑猫。哎，脚一号的猫。天哪，这里有三只猫，真的有猫在报复他。三只猫其中一只肯定还是他不想杀你，他只想折磨你，折磨到死。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真心真意安慕希长白山蓝莓酸奶最珍惜。玩剧本杀，当大侦探，上百变大侦探 APP。 本节目由百变大侦探 APP 赞助播出。动感新青年，一起放光芒，动感地带芒果卡邀您一起观看大侦探八。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实时 get 节目精彩瞬间。上微博参与大侦探话题页点评，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新闻客户端 Zucker 界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 YY 直播、墨迹天气、智行怪兽充电、智联招聘。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